飞鸿智能钢筋弯曲中心是一种基于智能控制终端设计的新一代棒材钢筋智能加工设备。该设备采用世界顶端品牌电控元件控制，结合国内钢筋加工现场实际情况，推出的适合国内施工现场环境的高效率智能钢筋加工设备。设备优势：一体化机身结构，方便运输，无需安装固定。内置式机身设计，结构紧凑，使用安全。智能测算，加工精度高，加工无废料。双向弯曲，加工范围0度至220度，可弯曲直径10至32毫米棒材钢筋。电动链轨式自动送料平台，设备操作简单，可一人独立完成生产。机头弯曲主轴采用发件式设计，主轴本身选用优质模具钢制作，具有强度高、耐磨、使用寿命长的特点。机械式锁紧结构，锁紧力度大，有效地保证钢筋的加工精度。可移动定制挡板机构，实现钢筋在弯曲作业前的自动定时。中间加紧机构采用柔性加紧设计，保证了钢筋在弯曲作业过程中不会因为受力造成偏转打滑，有效地保证钢筋加工成品的精度。弯曲主轴采用一更换模具设计，只需人工调整固定螺丝即可完成模具的拆卸和安装工作。每台弯曲中心设备在出厂时配备4套专业的模具，不同的模具规格可满足不同直径钢筋加工的弯曲加工作业，可以根据客户使用情况定制。弯曲机头采用齿轮齿条传动，使得弯曲机头行走稳定，尺寸精确。操作台具备可调整活动盖板，在设备停用时盖下，可有效保护操作平台，延长使用寿命。配备液晶显示屏，全程采用可视化图形输入界面，操作简单。内置图形存储系统，并可根据客户需求对加工数据进行存储，方便钴金图形的多次使用，操作效率高。设备机架一侧安装有重型工具箱，可放置设备配套模具、随车工具及附件。